哎呀，酋长每周五，酋长硬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。哎，酋长，因为酋长感觉呢，大家对这个游戏的英雄呢有一些的陌生，所以酋长决定把灵魂教学安排在非人学院上。这场英雄教学将是灵与美、绿与肉的完美结合。哦，挡不住。啊，我们今天要讲的英雄呢，就是防晒博士九头虫，它的定位呢，就是这个远程物理射手的英雄。它的特性呢是每次攻击附加这个毒性伤害，在前后期的表现呢非常的强大。下面呢是友情提示，九头虫这个英雄呢前期的伤害是非常的可观，好多人因为低估了他的这个毒液的伤害而送掉了一血，而别人呢这个九头虫的后期呢伤害也是非常的可观。九头蛇的被动技能其实就是杀人书，杀人和助攻都能叠加攻击力和攻速，最高叠加到十层，当然贵了的话也会掉。九头虫的一技能你完了，当对方脑袋上叠加毒瓶的时候，点击一技能就能引爆毒瓶，当然瓶子数越多伤害越大。二技能绿色的闪现，其实呢就是一个带颜色的闪现，但是这个闪现可以在下次普攻的时候增加两个药瓶。三技能就厉害了，超远的 AOE 伤害，并会向命中的敌人叠加一层药瓶标志，在敌人扎堆的时候小瓶一下就满了，再配个一技能深藏功与名。现在是我们的灵魂教学，如果你碰到敌人以后不要怕，远程消耗他，噗噗噗噗噗，一定要看清头顶上的药瓶数量，然后只要放满以后马上开启一技能，啪，远程消耗。如果他要跑，你离我太近了，一马好一点，好突进，噗，再弹回来，然后噗噗噗噗噗，他凯大了，但是不要害怕，咱们也凯大，噗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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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噗，如果这个头顶上的数字叠加到六以后，马上继续开启一技能，啪。然后噗噗噗，它又开大了。然后闪现再回来，噗噗噗噗噗，再放二技能，噗，然后开大，我也开大，噗噗噗噗噗。你好讨厌，你拿着拿不着就打。你回来，小姑娘，小可爱的主播，看懂了吗？没看懂，记得多看几遍。如果喜欢我或者飞人学院的话，记得评论关注。喜欢飞人学院的话，记得关注、点赞、评论、转发。然后呢，有什么想说的，在评论区告诉我。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噗噗，我多开，噗噗噗噗，我三千，他开大了，噗噗噗，开启一技能毒他，然后放大，噗噗噗噗噗，他又放大，噗噗，他我还有大噗，他有好多大。玩手游就看，哎呀，酋长。